你刚刚都没有去的啦，我不会自己去。你不要用，两个台啊，你唔好用一个，你直接变的。这边台阶也下，下一把不行。下。下不行哇，你个。我不要跳出去，再进来看看。好，安尼两个。早下就去，搁只下学讲来哦。哦，那分钟你也不用，我个，你也不用。鸡笼盘啊，你是怪啊，遐拢没有皮哦。你遐那是走路呢？相机你里头有。你怪啊，那个路已经嘛，规个都没有人呢。 你上次来走路就是安尼，一个无说伊就走路，好啊，去无用啊！哎，林哥，哎，你们吃什么？你俩鱼啊，我袂了，林好不好？你们吃鱼啊，无？袂了钱哦，林好不好？林哥，我们吃黄鱼无？黄鱼要吃一样尔，两尾生鸡钱的生鸭，一百人，一百块，金龙三个尔，三个哦，三个哦，冰甲冰甲是冰三个尔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今仔安心啊，后壁剩一寡尔，剩一寡尔，来，迄阵个品牌哦。 我们的品牌，三包好，来阿贵爷，姐，三个啊，一百个，一百个，这两尾黄鱼一百袂袂哦，你两个，今仔整这黄鱼肉上油的啊。然后你后壁整理一下，你这白青娃娃袂袂哦，白青啊，白青给我哦，来，开始来白啊，白青啊，小雪啊，嘛，直接起来，要我先把你白条你就轻松啊。最后一包上面也无啊。 最后一个两只黄鱼，100块谁要吃？好吃。安尼无。来，阿哥来，迄个弄个拍照。你要创啊？哦，来，阿哥来，宝贝来，哦，你用我招牌呢？你两个不管招牌，你死啊！你过来用我招牌啊！你用钱的对无？来，这两碗白白椒林，白椒林，这拢无啊？白椒林，白椒林，这拢没有了。你搞要食鲑鱼，鲑鱼村无几块啊？ 干啦，要食鲑鱼无？诶，我最后先食白鲳白磷了无？恁搞要食白鲳？白鲳要食三百了啊，啥物食白鲳鱼啊？白鲳，我来讲，恁免考虑，这白鲳无俗，这种太好啊！我毋捌拄过工场杀白鲳杀啊清气的，一人食十只等于三百了，安那？咸鱼也无？三百只，咸鱼也无？三百只，我食白鲳袂，你三十块你也搁考虑你无白鲳通食哦？三百只，我食白鲳袂，你三十块你也搁考虑你无白鲳通食哦？三百只，我食，我来讲我拢无啊。 我搁加两只送你，即六只我加出来袂好个，三下饼钱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你送着，你送着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最后一个两百白青，一摆剩无二十块，干啥？一摆剩无二十块，我两尾只蒜鱼无，两个饼钱无啊，三百饼钱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三百饼钱头前，其中啊要三大条啊，来三百上面只蒜鱼的三百。 来三百上面就收啊，蒜鱼的三百块。你是不是蒜鱼袂甲纯正啊？哎，对哦。臭丢我感觉迄个当袂啊，你搞买三百，搁少一个落啊，再搁送你啊，拢无啊，再搁互你啊。来袂啊？你若袂拢归箱无票了，唔免搁怎搁我无用啊？来啊，归箱起来落啊。最后这个三百上面也没有了哦，蒜鱼，谢谢大哥。来，我先甲干杯，甲你卖掉。这箱啥物？ 你个奶黄包起个，我甲傻傻个来。有当时啊，这种物件教我，你就莫搁起啊，你就起来就是咧了钱啊。安尼知影讲，嘿啊，迄个物件教教你无，你起个你起，这起是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咱就教来，你要搁袂有人起，伊敢会甲你买？我讲啊，你感觉有理无？下过边啊？然后你感觉有讲有理无？嘿啊，你就教来，你要搁起个起啊？教来要食玉米布丁酥，一包一公斤，三百五百面，一百块尔。100块上面食玉米布丁酥一包，一百块了要食无？ 来，即我无想要变。来，即奶黄包，我卖阁甲你介绍即牛郎，想要食奶黄包无？手举起，啊，是有人捌买过无？唔捌哦，金龙三六个人客，我讲伊偌好食，卖阁讲，我嘛无想要介绍内底啥物物件，反正你要肯定甲我用我烧落啊，五十了，五十块了，变平了，五十了，诶，紧了啊，我办大个，不过介绍。听嘛，办大个介绍，五十块买买了，要唔买了卖吼？无想要阁几了，你有诶无呀？几个？ 最后这包五十，这怕是唔捌卖五十，多少几块？可以无见啊？你足芳条难的啦，比足天难的啦，五十块。来，你起起来，我甲恁介绍一个甜点哦，恁吃甜点。我真正甲恁建议，这上辈，伊这叫迄个抹茶雪天使，计一包人计看。然后你个看，你个起起拢来捞一包，直接。我白种无差的啊，还是讲无差的啊？嗯，做白种。 什么最后？你什么规箱价格？我伫台下顶讲话，你规箱价格？台下货。
叫青葱哥。唔对，无要紧，新面就好啊。唔对，真正无要紧。来，叫人叫看戏个。来，我只三个啊。这雪天使，这退冰了，咱家这免煮啊。冰冷冻起来，透开了，咱吃。这内底有奶油，啊，食着冰冰最好食，是一个人要三分了。想要食免五百，这抹茶上惊就苦，咱这袂苦，两包给你，三包给你，三百人。三百钱。来三包。不要钱啊。四包。来三包，上面食，这最好食，最好食的三包，无人爱好食就该买四包。啊，无三个人给你，唔好买过一百，食看卖啊。雪天使啊，茫迄个抹茶啊，真正好食啦，我给你。真正好食啦。还有什么？老婆，先炸是怎样话哥？你们吃好的牛肉无？好的，来迄种话吗？啊，靠！要用台啊，三包袋袋也卖了出去啊，一个利润真好听。来，台啊，这边啊。按赞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。来，教人们吃这好的牛肉。有人们吃安格斯的无？安格斯的啊。安格斯有人们吃无？这样，185安格斯黑牛，185安格斯黑牛。这牛肉是入口即化，有够嫩的哦。这牛肉一包偌济，恁知无？刚才点一半出来，600几块，600+600+偌济。来，两个人客，唔免穿衫，唔免穿衣，是穿衫要食，有人要食安格斯的无？然后你搁摕两个台起来好啊，我也卖袂好啊。1000块有人要食无？安格斯的。来，1000块够人要食安格斯的，1000块就好了。真好啊！1000有人要吃哦，你若跟我买1000，我一包搁菜。这美国安格斯185，这上大品牌啊，1000个要爱无？恁到底点一盘300，全世界你都点无，莫讲全台湾啦。啊，我敢大声甲你讲啊，一包够你两个人家跟我买就好啊。1000啥物事啊？安格斯黑牛，10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0块，1000有人要吃无？1000，你问无啊啦，真的啊，两个就好啊。1000啥物事啊？1000块。1000块有人要吃？你甲看这个油花，你甲看一下，这不是你乌白好笑的呢？1000块要坐在上面吃？喂！1000块要坐在上面啊？这后这1500要来无？400落啊！2包吃看卖啊！要试吃看卖哦，你买2包，迄个试吃看卖200块。来好啦，收起来，来，来，搁给牛肉，我想要卖遐肉，我先卖一轮，我先甲全部的肉卖一轮，好无？肉先甲我阿嫂摸起来，我先甲全部肉片卖一轮啦。有人要食1983的黑豚无？赶快唔要同你开3000开2000，1000块有人要食无？1983知影一条，我介绍你，1000块有人要食黑豚的无？这只5两啊千二啦，唔免钱的，赶快1000块上面吃，我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你4盒，1000块上面吃1000块。1000块有人要吃无？啊，无我减一样起来。我甲你用迄落啦，亚伯丁啊，熟成的安格斯啊，我一包牛肉搁教你啊，1000块啊。你若加价钱，一包熟成安格斯过你啊，1000一个人加买啊，1000块。有人要来无？1000块，大感谢你啊，真正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来，再来一个啦，啊无一包过你买就退钱，6包啊，1000块怎要吃？1000块，1000有人要吃无？来，好，我这牛排当请谈，你看我整理你也可以抽回去了，我有画过了啊。那剩了我这牛排卖卖，鸡腿我卖卖了。来，好啊，最后我这个卖了，我要休困啊。一个来，啊无我鱼啊搁拼拼好不好？恁家人要食板头，来板头两个人客，我要这海鱼啊200了，上面吃200块板头。来平哦。两尾给你了，三尾给你了，四尾了，我当作乌龟也给你尔。200，两个啊，一个多啊。半天，你刚刚没看到吗？我都有手机用给你看了。好麻烦的事情。安尼你回当集中啊！靠腰你遐鲑鱼卖炸东西啦。鲑鱼甲鳕鱼卖炸东西，这鲑鱼就卖炸东西啦。迄两种是鸡腿吗？啊，这无设计的嘛，听后壁的嘛。来啊，过来边啦。来，后壁无你帮我拖落去。啊，我安落啦，轻松个，无会啊。来，阿嫂，我最后搁卖一张鲑鱼拢无啊无？我应该就过年出来，到即摆鲑鱼应该捌三档的卖啊，鲑鱼恁会当买啦？凭即摆鲑鱼起价咧，恁会当买啦？那若要食鲑鱼的，若要食鲑鱼的500了，变咧500块。那干贝给了，我干贝还好的物件变。鲑鱼有人要食无？500了，500块够人要食迄个鲑鱼的。老张，
鲑鱼有啥物事啊？鲑鱼啦，这是第鲑鱼五百，两第卖五百，三第卖五百，四第，我是几台车卖了了呢，剩这尔呢，这第够你啊，五台啊，五百。鲑鱼够买来无？够人要买三百、两百，拢卖免叫啊，我无啊，两百、三百可以买哦。有人要买两百、三百的无？两百、三百有哪要吃的无？来，先，来，走。两百、三百够买来无？来，好。啊，然后咧，我最后画一支鸡腿就休困啊，哦，真正无货啊，来，这支鸡腿最近大家拢来抢，我无甲恁骗的，啊，我只有客家一家伙，就是三包抢了了啊。啊，我一人去外口去哦，我一人卖车动。来，一包，叫我吃。卡拉蝴蝶腿中诶，吼、哦，简单来讲就是麦当劳的麦脆鸡的艺术感觉啦。你我给予恁看啦，就是一支鸡腿啊。这支鸡腿够难要吃啊！我唔免卖恁三百五百啊！你爱食鸡腿的，你客人气炸搞张真真的就好啊，一只两百块我就好啦。这几支鸡腿安尼够完片，一支鸡腿、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鸡腿、六支给你啦，我七支卖你三百五百，变两百块啊！你鸡腿拢来啊！我来讲啊，送就好啊啦，来啊！这三支搁送你啦，十支给你啦，唔免看啊，两百块啊！今卖的四支你买无一支鸡腿二十个啊？卖给我骗啊！两百块尔啊！鸡腿啊，规支大支的啊，来两百啥物啊？中的啦，两百块有要食鸡腿的无？两百块有人要食卡拉蝴蝶腿无？两百块有要食的无？啊，这我先讲。这支鸡腿你吃的胡椒香就好啊，一次你会调的，你不要买过你试吃看看，一百就好，来你没有买过的你买。